Thank you.
往前走。正常我早上是燕麦，但我这个我冲燕麦不方便，我就八宝粥，简单快，因为我中午吃的早。就一组啊，中午吃的早，练完可能一个半小时，下课了，组员休息时间我就把饭吃了。会员热身的时候我就把饭吃了。不用一下买那么多。
了。